好我已经开了。你进直播干嘛？我刚开，还没，我就刚开，没有，因为我前两天不没播吗？嗯，对，那天公演完回来没播。那咱俩录视频。等会儿，你看啥？你下次。你已经开了吗？我开了。好，那我给你下分。冬夜不关灯，没关系，他们还没有进。我刚才折腾我这个头发，折腾好久。嗯。去考虑要不要开个电台。啊，你也可以收拾一会儿播吗？不想播。你把咖啡拿过来。你真会使唤人。把咖啡拿过来。Hello， 晚上好，哎，下午好。嘿嘿，下午好。跟大兵没什么区别。应该配个西瓜，没有西瓜。Hello， 下午好。也不知道现在是下午还是晚上。哎呀 ，Hello， 放个歌。现在是晚上了吗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嗯，头发吗？对，昨天跟刘杰去补了个颜色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颜色能不能坚持到公演。估计它其实已经有点泛黄了，短吗？其实我没有再剪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着感觉又短的。Hello， 晚上好，你要干啥？你要纸吗？哈喽晚上好，但是我这个刘海是我自己剪的，我觉得剪的有一点狗啃。喝口水。现在这个刘海遮了遮我的脑门。你们吃饭了吗？就没有剪，我本来想剪的，但是因为昨天去的太晚了嘛，然后也没给我修剪，其实下面还蛮厚的，哎，就这样子吧。可以那个什么呀，可以边吃边看。嗯，没呢，本来说下午想泡泡面吃的，但我现在还不是很饿，昨天晚上吃了很多的夜宵，跟你们播完一会儿再看吧。嗯，因为公演那天结束就是胃太难受了，对，然后就没有开。嗯，把你们往过移一下。对，因为我就觉得自己状态不好，开的话就是大家也不会很开心。谢谢蛋饺饭的巧克力。我说话声音不堵麦吧，因为我今天换了一个角度，今天我是这样子，以前都是高着的，今天是平视的。哈喽啊，下午好。但是我昨天去染的时候，那个托尼老师说我发质太差了，一边染一边感叹。我说那我多做几次护理，他说你做护理也没有用。我说那怎么办，然后他没有理我。有点卡吗？是不是网不太好？
是你啊？在上面哎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？好像是。是吗？我问了刘杰名字，刘杰没回我。就是这个、啊，就是这个。我感觉是这个。好吧，我也。嗯，我觉得护理还是有用的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说护理没有用，但是我就喜欢这种毛糙的感觉，显得我发量很多，所以没关系。嗯 ，Hello， 对，今天就早一点，平常都太晚了。现在挑一个正常时间开一下，我以前都是七八点，早是早，但是因为我播完，我想去干点别的。你是干嘛呀？不是我，哎，你去吧，你应该带着他们一起去洗手间。哈喽，晚上好，哈哈。当当当，来来来来。CC 给我买的咖啡，哎呀，好冷啊！这两天已经开始变天了，对吧？哎，我感觉我房间的这个空调也并没有很暖和。嗯，好喝好喝，很久没有喝甜的这个。咖啡。是香草拿铁咖啡，全家的香草拿铁咖啡。因为我是一个平常只喝美式的人，就我喜欢喝苦的，都不爱喝甜的。偶尔喝一下，感觉还不错。张希的朋友，你们好。张希去厕所了，一会儿就回来，差点把你们给忘了。稍安勿躁，西西的朋友们。因为就是北方，我看我们西安好像也下雪了，给吧。哎呀。上完刚刚，我们本来说是昨天晚上去泡澡，然后但是昨天太冷了，昨天天气，然后而且昨天就是那个票价工作日会便宜一点，然后我们就想说今天，但是今天就是老刘好像肚子不太舒服，就是还是有那么一两个小伙伴因为一些原因，就想说算了，再过几天吧。嗯，其实我对泡澡还好，上一次泡澡还是去尤淼他家，在青岛的时候，因为他们想去搓一下澡，我其实就是想去那里面看电影，听说那个泡澡的地方可以什么，这听说那边是可以看电影，我就想说可以过去蒸一蒸。为什么呢？就托老刘的福吧。就是本来要说今天去泡个温泉的，大家赤裸相见。有纸吗？本来是相约好。是。然后呢，就发生了一些意外，然后就没去。老刘肚子疼是个意外。我没有，他们想看，我还好。我对女孩子的这一些还是有点羞涩的，说实话。我觉得一两个人去洗澡其实我还可以接受，那样一堆人大家这个赤裸相见我还是有点也做个心理准备。我早就起来了。我虽然是一个北方女孩，但是我在上海待久了呢，已经把我家乡的搓澡文化已经忘记了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搓过澡了。突然，就是随缘的一个电池罢了。
是不是因为瑞杰开了直播？对啊，我就想着没事儿从你们这边的。的宣言重复过很多，给我的膝盖戴个项链。啊，你从来没有错过的，那你是个南方的女孩吧？就是你如果从小搓的话应该不会很疼，因为你从小就搓，你这个皮肤它就已经有耐力了。你要是很久就是你没有搓过的人你再搓的话，你皮肤可能会有点嫩，可能会有点疼。对啊，慢慢慢慢从小搓的话皮会厚一点吧，没搓过的皮就会比较单薄。还有一个人姐，北方的也没搓过。那你这怎么回事？你这个怎么文化没有普及到你们家？我就跟他私聊。进 ICU 可还行？我觉得大家都不想去了。谁说刘姐吗？他自己不想去。没有，他上完课他已经在那边等了半个多小时了。啊，他这样子啊，那估计是。我们一般这种都是凭感觉。一般你看不说话，群里不说话就是可能想去不想去的。就是昨天也是。因为昨天也说去泡澡，因为我发现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就很犹豫的人。染完头发，大家都是很随和，就是去也行不去也行。染完头发之后还想逛会儿街，去逛了一会儿，然后刘杰特别不想去，他说要不然大杯奶茶回去给老刘赔罪吧。结果他刚一问奶茶店就关门了，就是说大家都对搓澡开口说，我其实比起搓澡我更想蒸里面的桑拿。我喜欢在里面蒸，就是在那个烟里面。结果今天他就遭报应了，哈哈哈哈。你好像是有点奇怪，你作为一个北方的汉子没搓过澡，怎么回事？本来觉得他今天挺惨的，就是说的感觉好像这就是报应吧。你们可以试着搓一搓。还有一个非常，你可以自己先买块布，自己先搓。我要举报。你举报啥？一个非常说话不算数的你。举报谁啊？还能是谁呢？我不知道。我说了你就知道。你这有什么好举报的？这都是正常人的反应。一个把我气哭的女人。你胡说，你没有哭吗？我哭了，我躺在床上一直哭，好吧。啊，那你内心也太脆弱了吧，这就哭了。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哎呀。就是。我们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了？哎呀。就那为什么会哭呢？那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呀。那好吧，你先说吧，我看怎么了的呢。是哪个女人让你如此暴躁？还能是谁？那先听你娓娓道来。张希昨天被一个女生给，他自己说的，自己被气哭了。哎，你看张希内心太敏感。我这个人都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的，但是呢，我现在决定我要说出来，说出来就没事了。你不是已经没事了吗？有事儿，这也不算，这也不。我就说今天早上怎么没有找我。对，就是的，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要保持距离，不然会气的。谢谢夏天大学的荧光棒。哎呀，不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哎呀，不是，就是昨天我来说，你不要说，你先说吧，我这边直播间也听不到你说，你给你的朋友控诉就行了。嗯，我要心大一点，我要两个直播间都听。那你说吧，我无所畏惧，我没有觉得我做错什么。昨天我睡醒了以后，我就想看了一下，就点了一个披萨。点了两个披萨，虽然它是买一送一，但是是两个。我想的是就，就叫大家一起吃吧。然后我看杰哥还在睡，
说你们听不到吧？因为我不想叭叭叭叭叭叭叭，在山的哪边，海的哪边，有一群蓝精灵，他们活泼又聪明，他们活泼又聪明，在山的哪边，海的哪边，有一群格格巫。那你说吧，你说吧。哎呀，就是他点了一个披萨，然后买一送一两个，然后他就想问我要不要吃，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还半醒不醒，我就说那过一会儿，我就说我过一会儿再去吃，然后呢就过了很久，然后他过来说我们要不要，他说我们去老刘房间吃吧，因为就买了很多吃不完，我说啊还要上去嘛，然后我就有点纠结，因为我就可能不太想上吧，我说那算了吧。然后但是我其实说算了吧，并没有说我不想吃，结果呢这个女人她就把门砰的一下摔了就走了。我在想她怎么了，当时叉叉躺在我旁边，她问叉叉，叉叉也说她不想吃，我以为她生叉叉气了。然后呢我就去她房间，发现她没有吃，就两个披萨就放在那里。然后呢她就很生气，自己人在床上，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不吃啊，然后结果他一直在等我，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要等我，我当时的意思是你先吃我就过来吃一块就行了，结果他自己非要等我，然后呢他就没有吃得了，然后他就很生气。哎，我觉得没有必要，虽然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懂，我就给他发消息说老刘，就是他觉得他等我了，然后他等了我很久，他饿了肚子没有吃披萨，披萨放凉了，但我当时不知道他要等我，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先吃，我过去吃一块就可以了，因为披萨已经凉了，我想的是就大家一起吃，这个就是大家这个没有沟通好，知道吧，完了之后我有时候说我不吃，但其实我还是会去的。我很直男吗？也不吃，我没有吧。完了之后，他说啊，我说哎呀，都冷了，我就给瑞姐说啊，都冷了，我快点，我们上就是说，要不去老刘房间，快点去吃吧。因为他买了很多，我以为他都吃了，没想过他。最气人的那句话是他说什么啦，哎，也不一定非要吃披萨啦，我可以点一个其他的外卖。我当时火冒三丈，我真的是好生气啊！我等了两个小时，你跟我说你要点外卖，我没有让你等啊，我没有啊，就是说你一开始你说你不要吃披萨，我当时说你直接说你不吃披萨，不要，我说我吃。我就没有说，我说我过去吃一块就行了，我以为他会吃，谁知道张希这么温柔又细腻，还等人呢，还非要等我一起吃，对吧，没有想到你这么温柔体贴，对吧，那这谁知道了，不是因为你没有来吃，而是因为你跟我说你又不吃，你说啊那不能点外卖吗，我的意思是我点了外卖可以我们一起吃，不仅吃披萨还可以吃其他的，对吧，我当时说的也没有那么的绝对，没想到你这个小小的心灵受到了伤害，后来我去夸了他，我去安慰了他，然后并没有什么，没有啊，你昨天已经不生气了，生气啊，我现在又生气，说又生气，那你现在说吧，你说完了不就好了，有什么生气的呀，总之这个下一次我们就各吃各的。你看我今天就没有叫你，对啊，他今天就没有叫我，所以我都没有吃饭，那为什么我要叫你，叫你又不吃，而且还要等你，没有，我昨天说要去吃，只是哎呀没想过你会等，要是我叫谁吃的话我肯定自己也会先吃点。对啊，就没有想到你这么温柔体贴，没想到张希这么温柔体贴，没想到吧，因为身边没有这么好的女孩，你这个现在知道了，你说清楚了呀，不就是啊，就是因为我没想过你会那么温柔体贴，所以是刘姐听到我们俩在那吵架，他在旁边那狂笑，我，哎呀，这不是什么值得生气的事情，这我们就是要磨合，这样就知道了。哦，原来张希叫人吃饭是会等的，那我以后跟你吃饭，我肯定就是会主动，就是赶快嘛，对吧？不会等，我以后吃饭。因为我身边以前的朋友都很直接，就不会说等，知道吗？比如说刘杰他如果叫我吃饭，我说我过一会儿吃，他肯定就不会一直等我吃，他肯定会自己先吃上。就跟昨天杰哥他
他不好意思跟老刘说他不想去泡温泉呀，然后就跟你不好意思，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没有不好意思。明明你不想吃披萨，但是你没愿意我想吃，我想吃，我只是说我一会儿过去吃。我后来不还是去了吗？因为我后来说不想去。我觉得你是觉得我邀请了你，所以你不是我后来说我不想吃。后来我后来说我有点不想去，是因为你说要上楼，我懒，我不想走路。那我就更生气了，我等了你两个小时，你就因为你懒不想走路，然后你不想上楼了。不是，我以为你已经拿上去跟老刘他们吃了，因为你当时进房间，你直接说走，我们上去吃。我说啊，还要上去吗？对吧？我以为你们已经开始吃了。我以为你为了吃个披萨上三楼，我觉得而且你没有说要等。哎呀，反正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我觉得没有提的必要了，对吧？过去了就过去了，以后不要再就是再犯这种事情就行了。哎呀，那你这，脸都要红了。我还行吧。对啊，我后来还去找你了。如果真的很生气，我都不过去了，对吧？你还生气？你有什么理由生气？因为你摔了我的门，你当时关门，应该跟你道歉。你当时关门声音有点大，有点吓到我了，还吓到了叉叉。哎呀，这个下次就不了嘛！哎，真的是脑壳疼，脑壳疼。他已经不生气，他就是要说说。不是，是因为你到现在都没有跟我道歉，你就说哎，我哪里没有跟你道歉？我都想马上息事宁人。我说了你温柔体贴呀。我说了对不起了呀，你但是你没有说，从来没有跟我说对不起，就是哎，没事没事。我刚才说对不起了，没有。那这个对不起是现在才说的。因为我昨天夸了你温柔体贴，你就很开心了，我以为你就不生气了。没有，那是我觉得好笑。你非要听个对不起，真的是。对不起，有时候他说了对不起，他并不代表他心里就真的对不起了。那你现在给我道歉了吗？我已经说了800遍对不起了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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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你态度好棒，给你点个赞赞哦。烦死了，就非要听个对不起。哎，不对呀，我没有错呀，我没有错呀，我当时就是说我一会儿去，我没有说让你等我。我不是因为这个生气，我是因为你说。我说什么？我不吃了。我没说我不吃吧。可以点外卖，你说不一定非要吃披萨。对呀、啊，不一定非要吃啊，不一定非要吃，不代表说不吃。我没有说的很绝对，说哎呀我不吃，我说不一定非要，就是他可吃可不吃。那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应该怎么理解？什么？你说我呀？就是不一定非要吃啊。然后我也可以点了外卖跟你一起吃嘛，我们可以就吃的东西种类就变多了。我跟你说不清楚了。我跟你说的很清楚，因为你觉得你不占理。不，因为我没有错很多，我觉得我唯一错的点就可能是你等了我，但是我不知道，但是这个事我不知道你在等我。我说错了吗？你们觉得呢？我没有说错吧？我不知道他要等我呀，我当时只是随口一说，就是，我说我过一会儿去吃，没关系，我们已经道了歉了，对吧？我已经刚说了对不起了，我们大家都没有错。我们大家这个是披萨，对，是披萨，都怪他买一送一。你说他买一个，你吃了不就刚刚好了？非要这个买多了，买多了这个事情，因为我们人太多了，这个每个人这个作息不一样。比如你这个时候吃饭，那个人他又在睡觉，你这个人在睡觉了，那个人又想去泡澡了，对吧？这个就完全你不好聚，不好聚在一起。下次我们就煮泡面，点什么外卖，对吧？一人一包泡面煮着吃。哎呀，这个女人，本来以为这个事情过去了。我就是很记仇的人啊。还好吧。下一次公演的时候再说一次。啊，没有必要吧？公演再说一次。哎呀，他们都不想听了，听太多就没什么好听。听了，我这直播间人可多了，这三个人呢，300多个人就够多了。哒哒哒，食堂，对，但是确实，我都不会想到怎么会有人就是傻傻的等着。算了，不说这个事情了。明天去跳舞，明天跟小包我们一起去跳舞。我哪有啊，我明明很会的，就是很会哄人。
叉叉，因为他喜欢我房间的那个榻榻米，他喜欢我房间那个板床，我那个板床都没有床单，床垫都起毛球了，他依旧睡得很开心。我觉得你们要去问问他，你说叉叉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睡在瑞姐的床上。然后我其实我就睡在延庆的这个大床上，然后呢叉叉就睡在我的那个板床上。我说叉叉你不难受吗？他说没有，可舒服了。谢谢阳光照大地的巧克力。但他前两天睡我床上的时候他都没有洗他的头发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床比较干净吧，然后他就不睡，就非要睡我这块。有点感动。什么提前供暖，那不挺好的？可能是到了该供暖的这个季节了吧。我知道了，应该是青鱼文献他没有洗头不让他上床，但是我不介意叉叉没有洗头，所以我就让他，所以我就愿意让他睡我的板床。谢谢夜入香醉的奶茶，因为他不洗他那个头是为了染头发，本来他就说他一定要去，他说脏头好染发，他就好几天都没有洗，结果就是等到那一天我也没有跟他们一起去染头发。我想知道那个今年太冷了，每年都说今年冷，更新了几次，哎，每年都冷。看到你身上有个预告说能看到，反正先给板床换个床单吧，因为延庆也快回来了，我也睡不了他这个床，我得把我那个板床给他铺个厚厚床单吧。一般不是过了冬至都挺冷吗？哎，还说给你买床单呢，都没买，你挑了吗？没，这什么表情？现在不适合说这个。为啥？你很像个辛普森。什么不是啊？该给你买床单了。床单这个事情也非常的离谱。床单这个事情说过了吧？没有说过。哪里说过？我不要跟张希对话，这个女人。难道不好笑吗？可是我记得床单说过呀，对吧？你们听过床单的故事吧？哼。毯子吗？但是我觉得电热毯不太安全吧。没有，哎呀，就是之前我们一起去宜家，然后买了床单，我买了一套，他也买了一套，然后呢结果回来了之后，就是那个东西很多嘛，我们就放在一个袋子，我就提回来了，提回来了之后呢，我就给我的床和严静的床都铺了床单，结果张希就来我房间找他的床单，但我不知道他的床单长啥样，然后他也没有看见他的床单，然后呢他就每次来都在那问他的床单在哪里在哪里，然后我就想说你自己没有放好对吧，你老来我这儿问，结果有一天那个床单就是我没有啊，我不记得我买了几套，我只记得我买了很多，因为我床单被套什么都是分开买的，我就觉得是我的，而且他那套床单也很符合我的审美，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的东西。然后他那天在我那个板床上，就是在那摸还是在干嘛，随手一抓发现了他的床单，就他的床单我之前一直在盖小猫，就是我给小猫不是准备了一个棚，然后呢我就拿那个床单一直在盖小猫，但是他每天来我房间看猫他都没有发现那是他的床单，所以我当然帮的是他的床单了，因为他也没有说是他的，我就以为是我的，不是嫌弃，结果后来他那天才发现吧，就这个事情一直记着，然后呢非让我再给他买个床单，奇怪呀，虽然我也觉得我应该给他买个床单，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也不是故意拿他的床单对吧，因为他自己来过我房间他没找到，就在眼前，我带着小猫天天在那个眼前晃，他都没有发现。他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吧？你说谁呢？是我弟弟。啊？怎么了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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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没有
结果呢？因为我太漂亮。结果我说现在给他买床单，后我说给你再买嘛，但是后来他也没问我了。不知道他是不是不记得自己的款，你是不是当时也不记得自己买床单是啥样子？啊，我买的床单就是这么大一点，豆腐那么大一点，我只看到有条纹，但是我不知道展开是什么样子。啊，他也不知道就是展开具体是什么样子。你自己买的东西你自己都不知道。因为我买了很多呀，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我的，因为你那个床单也很符合我的审美。你记得自己买了什么东西吗？那你不记得吗？你的床单我记得它打开是什么样子，我只看到它小图是那样子的呀。那你通过这个小图你就应该可以辨别它。是我没有认出来。不，我们都没有错，因为我也不，我们都没有错，都没有错。它多大？它跟蕊蕊差不多的。都怪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的床单，都怪大家以后自己一人一个袋子，不要都放在一起，对吧？谁知道都买了些啥？哎，这个床单，我主动买一个。我之前说呀，我之前说主动买一个，他不要，他要自己挑，结果也不知道他挑了没。他说他要自己，他说他就要原版。我说那之后再去一次宜家吧，然后也没有去。对呀，谁能记得呀？这要记得了，不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。谢谢 Peter 仔的玫瑰花。我知道的，你是不是想之后搬地儿，换新床单，然后让我再给你买？我不准备要了。你不要，哎，那个还在你屁股后头呢，我一直一直都没有铺开。你怎么就不想要了呢？搞得很委屈的样子，为什么不要呢？就要买给你。不，就要买给你。那你要这样的话，我自己在淘宝上就给你买的。你就等我说这个。对，这个女人。谢谢，谢谢不开门的玫瑰花。啊，谁这么爱喝呀？酷狗，酷狗爱。我一般般吧，我也没有那么爱。哎呀，搞得跟个控诉大会。刘杰回来了吗？不知道耶。你啊，你不从房间过来的，你不知道。骗他之前他还没回来。哦。已经看了快十分钟了，不应该吗？怎么的呢？你们这些粉丝都是这儿看一秒就出去了，那你过来是看什么？你都看不到这个精髓，不是看不到这个精髓，你都看不到这个小偶像的灵魂，你看到的都是小偶像的表面。就是他找姐姐去了。室友啊那些他们好吧。刘杰肯定就有这个打算，就是，早就去找姐姐了。这不是室友之间的人之常情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刘杰找他姐姐去了。对，会挺好看。我不想成为他们眼中的焦点。哎，我觉得很搞笑。你说我跟小包，结果我俩最后都花了钱。那个卡，对吧？但是应该是划算的吧？你觉得我们两个方便大家，对吧？没有多花钱，对，那就好。你看不见灵魂，人家我怎么知道人家？我的灵魂，我在发光。没有，我们想之后。只是我们办的那个卡，我们很多人都办了舞蹈卡，但是就是那个卡就是只能去一个店嘛，因为一个店便宜，你要全市跳就会贵一点，但是我们大家又想一起，然后刚才就在那协商来着，就看谁更划算一点。这个有点复杂，我有点说不清，就是嗯，
反正就最后我们都给我们的卡升了级，升了级呢，就是大家都可以互相去不同的地方跳了。倒也不用，因为他不是那种班，他是就是每个区，我们上海很多区嘛，他这个区有不同的店，然后老师都不一样，你想上什么课你就自己去约就行。还没有跳完，不牵扯，都可以同时跳，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是，就是这样子的，他这个卡，比如他这个卡，你在宝山这边跳，你开了这个单卡，你其他的静安区的你就不可以。但是我们有的人呢，在宝山，有的在静安，比如说小包他在静安，他想来宝山和我们一起跳，他就得再加钱转店，要么就是他再补个差价，就是宝山静安他都可以跳。然后呢，我的话我只在一个地方，但是呢我想升级，然后呢就我加了点钱，然后小包也加了点钱。本来我们俩是不想让对方花钱，就想说自己改变，然后去对方的那个区，但是事情发展到最后就是我们两个都花了钱，然后现在呢就是大家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。对，就这两个区大家就都可以去跳的。天哪，我也不知道我说明白没。是的，我感觉就是学校里面还有他的，都快有他的应援会了。我成全市了，然后小包呢就又多加了一个地方，就多加了一个我们的这边，然后这样子呢我就可以去小包的那个店，小包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在我们这个区了。老刘一直都在我们这边，就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一个地方的。校草应该也不是，应该没有校草这个概念。因为我发现了，我们对大家都是不喜欢单独行动，都需要有伴儿。就是你要自己的话，可能就很难坚持吧。但是大家一起的话，就会比较有动力。变成了成绩比较好的学生。我主要是因为现在就老在一个地方跳多了，然后那边的老师就是我想换点老师跳了，因为他不同地方的老师还不太一样。吴总也是啦啦啦啦啦。对呀，像成绩这种就是你只要付出努力。其实我以前一个人跳就会有点孤单，但是有熟悉的人大家一起跳就会开心一点吧。除非你在舞蹈班有认识的这个，而且明天还不知道呢。我其实明天我自己我其实最近想录个舞蹈视频什么的，因为一直在跳，然后没有产出，我还在纠结。反正他们想去跳，他们可以去嘛。反正现在都有伴儿，我想过两天再出去吧。而且我还得学个歌，过两天杰杰迷你 live 要去跟他一起合唱一首歌曲，我还得学一下。快了，马上了。因为南方人没想到1.8米的这个杰杰和杰杰。不是，明天还不知道，不一定。还不知道去不去。你像我们这种都是今天商量了，结果第二天就又变了，是这样子。从这个泡澡就是这样子的，前两天都说要泡了，今天了还没有泡呢。因为我前段时间一直在跳，我想说休息两天。因为我一般是这种，这个想跳的感觉来了，我就想去跳。有时这个感觉就是不想动了，我就不想动了。谁在敲门吗？谁呀？这个门怎么像在挠门？谁呀？啊？是谁？谁呀？欢
啊，刘贤。啊，小王，你们吃东西了没？啊，我还没在直播。哎，你敲门，你敲门怎么在挠门呀？对不起。你声音好小，我听了几遍。亲爱的，我以为是隔壁。啊，我有饼干。吃吗？我你想吃饭啊？我在想，你们吃饭了没？没吃。吃饭。一起吃饭。可以，这个呀。给你播吧，你播。没事儿，他们刘杰去找他姐了。啊，他应该不回来了，不知道老刘他们。老刘难受呢，这会儿。那他吃了吗？我是想说结束了一会儿可以吃的。还要做那种游乐设施的时候。啥？摸摸刘贤的头。比别人高出来一截，就觉得自己要甩飞出去。不，我们大家现在就是每天都是。吃饭串门就是吃了吗？一起吃饭，你吃饭比较热闹。当当，就，不知道有没有那种情绪，本来就有人就啊，你想吃啥？你也不知道。我本来说想自己下包面吃的算了。什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哎，这个点食堂有饭的吧？可以搂一眼。有，但是我爸有。凉掉。嗯，我知道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也在直播啊？他在电台。啊，你回去了，好吧，一会儿再。你可以再，可以看看小包他们。嗯，估计是拜拜。捡钱，我经常掉钱。钱包忧伤离开。没有找到饭友，钱包很挑食吗？什么摸刘贤要顺着头发摸？那还有人逆着摸吗？怎么会有人逆着摸？刘贤，他。但很奇怪，我觉得贤贤子在吃的上面还是蛮大方哎，他就很喜欢吃汉堡包。谢谢好家伙是阿刚的奶茶，因为我们哦还有一个大家一起吃，因为每个人想吃的东西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每个人都点不同的，放在一起吃呢，就是就能吃很多。就这个也能吃，那个也能吃，就跟在吃席一样，各种饭菜都可以，但是也就很容易胖。嗯、对，换着吃。晚上什么节目？什么节目？但我们一般都是晚上吃，其实特别想换一个就是正常的点儿。到了就相当于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得。啊，其他人也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应该大部分时间是一天两顿吧。一天一顿的话，那一顿应该蛮大的，要根据这个自己的这个作息才能。看是一顿还是两顿？你喝完了？哎呀，你要不要吃个糖？哎，我给你们看这个，张希我买了。如果感到快乐，你就拍拍手。这个真的感觉，哎呀，他把我的脸都给我，手机信都给我，哎呀，我的头发根本一点网都连不上，信号一直都没有。对，它是一个霍尔的。如果感到快乐，你就拍拍手。我昨天没有跟上节奏。Yeah, 不，刘姐买了个其他的，
我除了这个还买了一个其他款。哎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以后谁，以后就是你们谁给了我礼物，然后我就恭喜，我就是谢谢这位朋友的什么什么什么，哇，找到了这个用处了。谢谢空有不二的玫瑰花，哇，谢谢你。谢谢有买的荧光棒，谢谢不开门的玫瑰花，谢谢，谢谢 C 曼的奶茶，哇哇，开心开心开心！哎，这个耳朵太好用了，张希应该也买一个，啊，开心开心！谢谢大力的玫瑰花，哇哇哇！我也觉得，但这个就是有点耳鸣。啊，挂我脖上，好像一个电竞少女。哎，这可以当围脖。哎，这个能不能在前面看一下？我看看，哎，这个，哎。这个，哦，他也可以这么拍拍。对，找到了新的感谢方式。我昨天买了很多，我昨天还买了一个兔耳朵什么的，我还买了个眼镜儿。我这个要不要戴着？戴着吧，戴着。但这样子会有点听不清。我感觉我现在有饿了。饿了吧？我也有一点，我也没吃东西。而且刚才我点了个咖啡，那就会更多。咖啡是会上瘾的一种东西，就必须得加奶，不然的话就没有。但我在这个听你们就听不太清了。就是得稍微只是听，嗯，哦，对对对，只是跟你们讲话，我有点雾蒙蒙的感觉，非常的淡淡。我比较好奇，就前段时间不是 EDG 不是得那个是得冠军了吗？对吧？因为我刷抖音到处都是庆祝他的，所以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就是很不容易啊，才拿到这个冠军，不然大家怎么那么的激动？因为我之前就有看到过，就是有其他的那个电竞团队，好像在前几年还是什么比赛的时候，就好像受到了不公。但我一不好的是因为我在看的我还蛮难受的。咖啡的话，我的牙戴上牙套之后，然后它就会变成黄色，然后牙齿也会。哦，他们打了7年嘛，才取得成功。大蛇，哎，因为像我不太看电竞，所以我都不太了解。但是感觉大家仿佛这个奥运会拿了金牌，因为我就看到很多高校的学生开心到外面狂奔，然后被宿管哈一抓，我觉得好好玩。但是什么牌子我也不太记得，就那种这样子吗？嗯，我最近吃甜食还算吃的挺多的，因为最近老是吃巧克力。啊，这个戴久了耳朵不太舒服。最近瘦了，就想吃一些有带点脂肪。就我感觉我是那种睡觉都会燃烧脂肪的人，我睡完了起好饿好饿。哦，那是因为身体缺能量。不是缺能量，是因为我的。是因为我的肌肉，因为睡觉也是在给你补充能量嘛。我的肌肉基数在那儿了，就是得消耗。我可能比我正常我这个体重的人消耗都要大。对，张希说的对，你说的都对。谢谢图书馆的奶茶。洗牙不能太久。呀，谢谢。平时就是要多用漱口水什么的。
我看不懂那个，看不来。所以我在想，电竞选手是不是都要戴眼镜啊？因为感觉他们的眼睛就是好像没有不戴眼镜的。对，通常是不戴。像有的人抽烟就得稍微洗一洗。没有呀，就觉得他说的对。烟渍就会腐蚀你的眼睛。他说的都对。我最害怕弄的是牙齿，小时候家里面一家六口，因为我脾气好，都在给我。我这个怎么说呢？没有什么特别介意的点。有五个人都是在按我的手，按我的脚，还有两个人。我怎么会是渣呢？我这个样子太不像了。我是暖男，那不是暖女。哎，但你别说，以前你们有些人说我侄女，我 get 不到。不过这个通过上一次的事情，我发现我有时候想问题确实有一点，确实有一点直。所以呢，怪不得我挺喜欢刘杰，因为我跟刘杰的思考方式也挺像的。就是小时候乳牙换恒牙的时候，就你的牙齿其实已经摇摇欲坠了，就差一个坏阿姨过来把你牙齿摁一下。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。对，是皮卡丘。我特别记仇，我小时候我的姨妈我不呆吗？我觉得我以前可能有一点吧，现在我觉得我进步了。之后我一直在那哭，然后也没有让他们得逞，我就一直疯狂甩头。后面我姨妈刘杰吗？我觉得刘杰也在进步，就是这方面。只是我觉得他这个有点慢。然后就疯狂的。我以前也很害羞，但是我现在慢慢的就是。然后我牙掉。慢慢就是怎么说呢？疯狂的在那哭，让自己努力的打开自己。就是好心痛啊！希望刘杰也可以快一点的打开自己。欺骗我的感情。上一秒觉得姨妈好懂我呀，下一秒就恨之无。可是我觉得刘杰在老刘身边他就很快乐。对，太轻松了，就小的时候。特别的就记住，长大之后就觉得很好笑。这是我也就是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当时那个感觉是翻版腾哥吗？那老刘以后就是啥？刘腾，刘腾。如果我以后当姨妈了，我就不会这样的骗小孩。我想买一个那个套头的那个，天冷了可以戴。我发现我是那种一到冬天耳朵比较容易受寒，其他地方不怕冷，耳朵有点怕冷。当然不讨厌了，就是这件事情记得比较深刻。就小的时候记仇。我脖子这个吗？会记得很清楚，还行，也是哈。我是那种，但我想鼓的可以挡风，挡风一点。感觉或比记住说的什么话，可能要记得清楚。憨豆，我曾经看过，上学的时候看，后来没有了。有点恨，因为当时小嘛，也不。现在喜欢看其他类型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太。现在不看搞笑，我现在喜欢看甜蜜的。喜欢看甜剧，甜甜的剧。这一个字，只说了一次。医学法则应该不是，不是单身的话，不要让我这样的小孩有阴影。那时候几岁？小学二三年级吧。动漫没有，但我可以看看，如果好看。《斗破苍穹》我听过，我听过这个小说，小说感觉很火。大概。哎呀妈呀！
我觉得我是该买把梳子，房间没有梳子，我都是拿手捋头。Hello， 晚上好，好啊。Hello，Hello。你也没吃东西吗？我刚才吃过。你吃的什么？吃汤。哦、oh, ，饭好吃吗？行吧。嗨，跟中午的菜一样。啊，不会中午剩的吧？也有。啊，终于。我一会儿下包面吃。晚上好。嗯。还得继续去拉一下。咦，昨天买了个眼镜框，看看好不好看？哎呀，有点像阿拉蕾，这么好看吗？但是。我一般其实很少戴眼镜框，嘿，还不错哈，这个，哈哈，嘿嘿。有没有点文化人呢？有没有感觉我很聪明啊？有点这个文化气息。啥呀？广州那边房间小厨房，那是什么啊？那是什么？他们那边有厨房可以自己做吃的吗？啊！我们也有厨房，但是我们用不了。我们只能自己就是点自己做。但是我们有那种微波炉什么的，锅什么就得自己搞。哦，那挺好的，嗯。他们搬新，他们有新中心吗？哎，但是我们的话，不，食堂跟厨房不一样，食堂你只能就吃固定的饭菜，厨房你可以自己做嘛。抖音，艾特我，美女。不错呀，看来那边生意不错哈。蛮景气的，没关系，像我们这边就算有了应该也无人问津吧，就这个厨房做的人应该也不多。你看自己的锅，自己有锅都不太煮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是那个比较看起来比较沙雕的一个视频？怎么啦？你找我姐姐？你找我妹妹吗？是瑞杰妹妹吗？美女视频。这小家伙戴个眼镜都认不出人了。你妹妹去染头的。可以扇巴掌。我觉得不，就是做沙雕视频的时候，有很多素材。毕竟我又没有去，又那么值日，也想不出什么好的，不如就让我每天漂亮的拍视频吧。没事，
眼睛，哎，但其实我觉得对眼睛很难挑到就是符合自己的。眼镜框还行，我不喜欢戴那种就有镜片儿的。我以前眼睛近视的时候戴那种，就是眼睛会很难受。我觉得得让自己舒适吧，你不舒适你没办法好好的弄。我戴眼镜框老感觉前面雾蒙蒙的，有什么遮住了我的视线，有点晕。在舒适的环境下进行工作，就是当然不是那种舒适，就是说让自己愉悦的工作才能。你现在不愉悦吗？我现在。是要会让视力下降，还是要调动自己那个状态的那种舒适，就是和那个比如说你要拍一个视频哦，是，然后因为我以前戴过眼镜，我想你感冒一哈气镜上全是雾。妈呀，那那些戴眼镜的朋友冬天怎么搞的？那不太不方便了，反而会起到反效果。但如果我就是哎呀，我状态好，我觉得你走吧，妹妹已经被抓走了。那么妹妹回家了，妹妹回她的星球上了。妹妹给她姐说：“哎呀，姐，这活儿我干不来呀，太难受了，这个我不行啊，你帮帮我吧。”然后就来了。我妹已经回家养老了。所以就是说，最重要的是要调动自己的情绪。让自己有不同的那种感觉吧。我最近就想漂亮一点。啊，你不是一直都很漂亮吗？对呀、啊。张希不是一直都很漂亮。怎么调动？多看视频。多，我想漂亮，多看一下穿搭。漂亮这个东西，我吧，我一直觉得，只要我舒服，拍点照片，多少，我就希望我让大家觉得我很舒服就可以了，不要觉得我膈应。是的，我挺爱看大雕视频，我也喜欢看。我还喜欢看那个微博上那些搞笑表情包。是的。没关系，我应该不会有外貌焦虑，因为我觉得我不靠脸。对，我也，其实我也没有外貌焦虑。我不靠，因为我知道我不靠脸。靠我要靠我的才华，我要靠我的灵魂，让更多的人喜欢我。希望你们对，因为人无完人，总有更美丽的人。你这个比美的话太容易焦虑了，好看的人太多了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我要多靠靠我的才华，好好跳舞，好好唱歌，好好直播。我笑是笑，但我是认真的。张瑞杰肯定不是靠脸的人。对，好好 rap。要靠我的舞台。确实，我就买个小太阳比空调实用，因为不颜值还好吧。太阳它就是局部比较干。我知道张瑞杰靠啥，张瑞杰靠他的粉丝，张瑞杰要靠他的粉丝。才华比较长久一点，我的才华还在努力中。希望可以有更多，可以希望有更多人可以认可我的才华。
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舞台，虽然我的舞台也很少，但是这个每一次的舞台，大家要这个上心，多关注我。对对对，我上次看到非常高级的东西，是加热垫，加热地毯，就是、加热地毯，地毯。它铺在地上，你就可以坐在地上了，然后你就会感到你的屁股非常的暖，还蛮不错的。还有一个脚踩上也很暖。呀，我这刚怎么抽到我脸里面？我感觉我脸神经在跳。还会烫到手。我怎么把我的脸抽抽？虽然好像也挺实用的。你们，这个热水袋，我觉得不应该我自己，应该我感觉我脸里面的神经它在抽搐，对吧？对对啊，啥？热水袋这个东西没必要自己买，给别人送。对的。热水袋这个东西没必要自己买，要别人送。这个人好像听懂了，装作没听懂的样子。对，张希说的对。热水袋这个东西要别人送的。算了。去让刘杰送。我身边的人都是木头，算了。什么呀？知道了，那怎么的？就算要给你买，也不能这个呲一下就给你变出来吧？谢谢你呲了一下给我变出来。热水袋多不安全，万一它漏了烫你手。我去暗示杰哥，杰哥是最大的木头。热水袋不安全，你真的，它很容易，万一破个口，你热水倒你一身。那我就把它喝掉。诶，你还不如就给你搞个围巾什么的，平常你也不用热水袋，而且你在被窝里，你放热水袋，第二天一起来那就凉了，就跟一个冰骷髅一样在你被窝里，一点都不实用。热水袋这个东西，我真的我从来都不用，我也不喜欢别人给我送热水袋，张希应该也不喜欢吧？不喜欢。热水袋这个东西真的不好，很容易受伤。电热毯会漏电，也不安全。你看现在很多事故，电热毯漏电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穿厚厚的衣服，你穿厚盖厚被子，穿厚袜子，把自己捂严实一点就可以了。电热饼是个煎饼的吗？我知道有个锅可以煎饼。哦，那叫电饼铛，电饼铛，电热饼，傻傻分不清楚，差不多吧，这俩。我家以前有电饼铛，我妈妈就是那个豆浆，你知道吗？电饼铛，有叫电饼铛的吧？我家那个叫电饼铛，我跟你们的不一样，你们是称，我家是电饼铛。我家那个电饼铛，我妈妈每次把那豆渣放在电饼铛里可以。带的。好了。电饼铛，哎，中国这个字儿吧，发明的太不清楚了，这些字儿与字儿之间太像了，但人都搞不清。几点了呀？妈呀，8:18了，再播一会儿要走了。不，今天播了早就是要下的早。我还没吃东西。姐妹们都饿了。
我妹已经不会回来了，我妹妹在外面生活得很快乐。我这个头发昨天托尼老师都没给我用洗发膏，昨天洗的时候他说不让用，他这是给我拿水冲的。我本来就几天没洗头，想说过去给我洗个头，结果没给我用洗发露，光给我拿水在那冲。谢谢啦啦啦的奶茶，谢谢你，哇，谢谢。聊的吗？没，因为他怕掉颜色吧，因为他说这个头发颜色就是掉的快，估计他怕掉色吧。再给你，我播到八点半吧，要去陪陪姐妹们了。我想去给我煮包面一会儿，我没吃饭。早都洗好了，你是才起来洗的澡吧？你肯定是才起来。直播煮面呀，下一次呗，下一次时间多再给你们直播干点别的。我以前不爱戴这个，说就眼镜压我鼻梁，压我衣儿。这么戴，耶、yeah. ！潮流人士都是这么戴眼镜的吧？对啊，这就是个框儿，这就是个框儿。不是，是因为我鼻梁不高，它会溜下来。我鼻梁还好吧，我觉得我就正常，它会每次掉到鼻尖这里。你还想吃东西吗？大女儿现在几点？感觉 CC 累了。我要投稿。投什么稿？你要给谁投稿？什么东西？哎呀！我是一个好东西。你是什么东西？我是个好东西。
啥也不是的人，看谁就啥也不是。眼镜掉到鼻尖的女生都很萌呀，是这样子吗？让我看看。哎，不行，卡我的粉。掉到鼻尖，它还能掉到我的鼻尖儿，我的鼻尖只能到这儿了，再掉又滑出去了，滑到天际了。我以前就喜欢这么戴，我觉得这样子戴眼镜是最漂亮的，但是这样子戴就看不到你们，因为这个框挡住视线，只能这样看。谢谢比尔科洛夫斯基的奶茶，给你鼓个掌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一般缝裤子都这么，给你们来个无实物表演。穿针就这么穿，就这么穿。哎呀，这无实物啊，太不错了，缝个扣子。扎扎扎扎扎你们，扎扎扎。谢谢 C 布和 KOB 的奶茶啊。几十年后，我当然不会自己缝了。几十年后的我应该有很多钱了，我会买新的。我可以给我的孩子、孙子，给他们缝缝补补。晚上好啊，你是在说你自己吗？嫩妹一粒，这是啥形容词？嫩妹一粒听着不像什么好东西。为什么要问我要钱？你想喝就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赚钱买给自己喝。哎，我有我自己的孩子，我不再收孩了。我这个重金寻子，我的儿子已经找到了，不需要你们了。我的儿子一直都在变化，有的儿子在外打工，有的儿子这么一说，钱宝什么时候成刘杰的儿子了？我不同意。
贤宝是刘杰的儿子。那贤宝的妈妈是谁？不会是张希吧？难道是张希？张希，你有儿子了？还有好多。那我就是刘贤的，我可以做他的干妈。哎呀，我的衣服，我不喜欢当别人爸爸和妈妈，我要被照顾，我不要照顾别人。我要被照顾。刘贤是我们大家的。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难写那你就多看看，多写写，它就不难写了。说到我这个名字，好家伙，每次写睿智了，身边这些人写的都可以，一写张睿杰了就不会了。睿智睿智写的对，张睿杰就写错。但我现在发现了，瑞一般错的少了，现在都是杰写的错的也多。我刚开始还挺在意，很介意别人把我名字写错，但现在因为写错的人太多了，我就已经适应了。哎，就还是感情淡，没到位，把人名字都打错，也能理解吧。缩写，哎，一般搞错的这种也蛮好辨别是谁的粉丝的，只能说他的满脑子里都是那个人。蕊蕊，瑞瑞和蕊蕊，姐姐和姐姐。瑞瑞和蕊蕊，姐姐和姐姐，姐姐和瑞瑞，瑞瑞和姐姐，你们猜是哪个姐姐？对啊，搞了个绕口令，我太喜欢说绕口令了。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，咕嘎咕嘎，真鸭真多呀，数不清到底多少鸭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让我看看，我推面面的，我要去煮面了。姐姐再不吃面就要饿死在直播间了。我因为直播没有吃饭，晕倒在直播间，口袋四八就要被关掉了。谢谢图书馆的奶茶，我走了，我要去练习了，去练习吃饭了。
先短暂的跟你们 say 个 goodbye， 拜拜。轴啦轴啦，拜拜，滚！